Guan Xiao Tong. Guan Xiao Tong. 明天可以当我的女伴，陪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吗？ 什么聚会啊？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聚会，有我爸、我妈，还有你。啊，可是我明天要。 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记得明天把事情摆开，还有穿漂亮衣服。